讲真心话。当年的心事，我要甲讲开。哇，真的想不到，我想说女生队三个出来一定赢定了，没想到男生队有一个秘密武器耶！是啊，康宏大哥，对呀，这招太厉害了，真的，而且他完全是模仿雅文老师。可能哈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谁养大了就是有差。小时候是在雅文老师家长大的，难怪哦。所以他唱歌的那个溃靠，没有，他最好笑的是，来，那个麦克风怎么抓？还抓麦？哎呦，还有要讨掌声的时候。好可爱，可爱啊！哎，不行，你要跟他唱一下。不是不是，我你真的不是雅文老师吗？真的不是啦，雅文老师在那里啊。因为我一直有一个心愿，美人姐，我好想跟雅文老师对唱。哎呀啊！今天刚好可以替你圆这个梦。他什么人都邀请到演唱会，连我都邀请了，没有邀请你哦。啊，刚好在这个舞台，因为我刚好那几天都没事，但是今天呢，这样好了，让你一场夙愿，来，我可以跟老师天后合唱一下，可以唱一首歌吗？可以，好不好？谢谢你给我机会，哪一首歌你们 OK 吗？哇哇哇！哎呦，入戏。偏偏不出你的模样，借酒来解愁，女人
谢谢你给我机会，谢谢老师。杨东林，你看了几次老师的那个录影带？看了多久？蛮多次，蛮多次的哈。哇，杨老师请讲评。我拢去给我陪。今仔日我只会当讲，伫过年的时阵，我必须来讲真心话。东林的心事，我要甲公开。伊真正唔是我的后生，嘛唔是我的查某囝，啊，是安那那才行啊，那哦，对呀，太厉害了。来，东林，你能不能学我讲几句话？好，我的开场白，你试试看来。现场的各位诸位大德，大家好，我是詹亚东，希望我会当用我的歌声，甲大家结成缘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心善无障碍，感恩感谢。这连恭维拢行，真厉害！这个是真的是太厉害，太厉害了。我觉得今天我看到的是前辈的爱，因为这个前辈哈，你像哈这个康宏大哥，还有蔡圭杰，我觉得他们的资历也好，他们见过的世面。也当讲，甘愿要甲囡仔来合唱，啊，要来甲恁家的小路合对，我就觉得真的那个精神，我会非常非常的佩服。然后呢，我康宏大哥他唱了你是尖，迄个尖哦，我整个人都起鸡无回。你是尖，我是酸。好听的都是味道啊！我唱还是有压力，因为我怕发音不准啊。可是那个姜的味道真的太美了，金嘉喜这首歌的精髓在这里。跟各位报告，我昨天就来彩排，我看到这个东林哦，我昨天一个晚上他的影子都在我脑里。这样子啊？所以你想到的是东林还是雅文老师啊？我想你又跳到雅文老师。我说怎么哪有那么像的？真的？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化妆哦，是就已经很像了。对，然后呢，东林一直以来的发型都会跟我一样哦，啊，所以就会我感觉哈，东林你真的是很有心在经营你这条路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。然后你也模仿得很到位，但是呢，我真的没有你的女人味，你比我还女人味，真的很棒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谢谢老师。然后呢，你也耳环也戴的哈，另外的这一边，因为我拢会一定会弄个挂这边，啊，你乖哈，你已经哈细微到哈观察到我的耳环会戴哪一边，因为这个是老师最美的角度。哟，哇，插入了，真的是。被安抓进两堆哦，然后蔡圭姐，我觉得你的演啊，我太爱了，谢谢。你一出场，其实就把两位少女比下去了，那是一点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在的态度，还有你那个洒，那个你在挥洒这一套服装的时候，这梳纱跟你一起合作会，但是一两个牵起来都是卡卡的，他们两个就会走路有点。别扭，但是你完全是掌控了这个味道，我觉得太棒太棒了。这真正是让我们吼用钱买不到，咱今年真正会发用钱买不到的经验。康宏老师他唱歌的味道，蔡圭老师他舞台的魅力，我们都学到了，太棒了，谢谢。